这个什么竹竿接水，这个碗没什么用啊，拿出来了。两位前辈其实都想错了，这四块冰块里面的道具完全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都有它每一个的用处。 玉明哥的碗不是这么用的，这四个道具联合起来，才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用处。这干嘛的呢？啊，给呼气，你把头埋进去吗？要。其实，谁能想到？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将我看到的正确答案再罗盘上拼出来。王老师，我当时在想，文翰赢了，宇哲竟然输了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当，这是我这么多起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感受，恭喜你，文翰！哇，恭喜恭喜恭喜！ 啊，从最后那一关看，我觉得文翰真的挺聪明的，能战胜我们的游戏王唐禹哲，佩服。